其實很少見的，即係即整咧咁嘅腸粉就很少見的，喺街邊都有得吃，咁就試下咁。一年一度啊嘛。基本上咧，食環署係可以放鬆啲嘅，呢幾日就叫做就係大家大魚大節，咪順便誒當俾個一年年嘅山路俾人行下咯，揾下食咯。香港地而家個市道咁低迷嘅，但我都想做生意又租貴啊，請人工嘅又人工貴，成佢基本上最好咧，有啲時節店啊俾人擺下檔啊，幾鐘頭幾鐘頭你擺擺完嘅，你收檔。咁大家又香港地有啲新機咯，叫做。過年呢幾日先擺嘅。每年都有人擺，咪出嚟擺下咯。不過我覺得應該逢節日都要開咯。有翻啲香港嘅文化，俾多啲人嚟觀光咯，多啲地方行下啊嘛。因為太多商場鋪太早收啦。即係我哋都見到咧，呢幾日咧新年咧，其實係喺好多地方，深水埗又係啦，喺旺角菜街都係啦。咁我相信好多地方其實都有好多即係小販係趁住呢幾日食環署比較寬鬆啲嘅新年呢幾日咧都有出嚟。其實每一年都係㗎啦。咁啊，即係只係視乎食環署每一年可能即係鬆緊程度都不一。咁佢都係撞彩每一個時間咧，其實佢都係撞彩睇下幾點鐘食環署會嚟捉啊咁樣。咁但係其實有咁熱烈。即係咁多小販走出嚟，咁亦都有咁多人去幫襯，其實正正就係反映咗喺香港呢個社會，其實對於小販呢個行業咧，其實嗰個需求，無論對於消費者嚟講，或者想加入呢個行業嚟講，其實都係好重要。但係喺而家個小販政策嚟講，喺1970年代開始已經唔再發小販牌啦，咁而家亦都唔會有新嘅小販區啦，咁其實變得有好多咧，好多人咧入行，佢一係咧就係、是。去做助手，一係咧更加多嘅咧，佢只能夠咧挺而走險，係去做無牌小販。無論你講新年，我哋而家見到嗰啲又係啦，又或者而家越嚟越多嗰啲天光墟、午夜墟，我哋見到無論天水圍啊，又喺深水埗啊，都唔同嘅區，其實都有規模不同嘅天光墟嘅出現。其實佢哋都係挺而走險，隨時俾食環拉嘅無牌小販。咁越嚟越多，其實正反映咗就係、是、其實真係喺香港社會。是有这个这样的需求，其实小販对于整个城市空间来说，或者甚至扶贫的那个其实都是很重要，也都对于青年人的创意很重要，一个创意工业，所以我们都我们不能够每一天要让到想加入小販的人是只能够做无牌小販，怎样一个好一点 的规划可以令到消费者和小販都是可以有一个好的环境去迎新咧，咁我覺得我哋要去諗嘅嘢咯，即係唔使搞啲乜鬼咩1億18區地標噶啦。其實反而我哋即之前政府講話俾2億基金出嚟俾嗰啲排檔小販係去改善消防安全。其實我哋之前係去做訪問，其實好多排檔小販都講話，你與其去搞呢啲嘢，不如你將嗰個基金就攞嚟係去做小販嘅發展、小販嘅保育，咁或者發展更加多嘅小販區更加好咯。